参赛者就是以抽签顺序决定，华范大学的王小林，他可是在校园歌喉战月冠军同类舞台上唯一三个灯都没亮过关的参赛者哦。您还记得当时在月冠军评选，评审给他什么评价吗？今天他会全部都没有亮灯过关，我觉得跟他选歌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的高音的共鸣是单薄的，是单薄的，所以你用取巧的方式截短，然后带过，让观众或听众无法察觉，这是你了解自己的个性所做的事情。由于当时的王小林选对歌、唱对歌，善用技巧凸显优点、掩饰缺点，让自己成为当时全数过关的月冠军。而他今天所挑选的歌曲，会不会一样让他顺利过关呢？Cheers.